發言人啊，好，有請啊，隊長出嚟咯喎，邊個發言人啊？因為咧，我想問下問題啦，因為佢哋呢個嘅參賽嘅啦啦隊隊伍咧，嗰個嘅主題啊，又或者佢哋帶俾大家嗰種感覺，希望帶到咩俾大家啦嚇？好啦，隊長出嚟啦，邊個負責傾偈啊？好，出嚟啦，一陣間可以分翻埋去組合你嘅隊形嘅。好，隊長，好，你哋嗰個嘅主題係乜嘢啊？ Gloomy，Gloomy，我都知道Gloomy係你哋嘅隊啊名啊，你哋嗰個嘅大俾人哋嘅中嘅感覺係啲乜嘢啊？希望大家睇到我哋呢隻舞好開心。我又開心嘅嚇，好啦，咁啊呢個隊伍見你頭先咧彩排嗰陣時咧，即係話好多大關鬥，好似冇冇冇啊，練咗幾耐啊？練咗五年㗎啦係咪啊？唔係啊，半年啊？半年到啦。哦，你入半年，你遲咗半年入隊，你知道？ 我一年班你入隊㗎啦，你入年咗一年啦，係咪啊？你咧？你入年咗一年，你又遲咗半年，你又遲咗半年入隊喎。唔緊要，最重要咧就有精彩嘅演出啦嚇。好咁啊，交俾阿Gloomy咯喎，咁你哋幾班好班啊？啲姐姐先，俾翻如果唔係咧會阻住你哋嘅演出啊嚇。好，咁啊，唔該俾姐姐。咁我哋我想三聲啊，交翻俾你哋㗎咯喎。我再介紹翻啦，我介紹翻個主題先。世界盃係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。 符合主題嘅歌，我着十號去排舞。呢隻歌結合咗啦啦隊嘅音樂、交響樂同埋進行曲嘅元素，加埋我哋呢班國腳，好有氣勢㗎！而我哋嘅道具就係跟翻呢個大會嘅主題：世界盃足球，仲有金色嘅星星同埋。 之後咧，我哋正式開始啦嚇，好，交俾你 Gloomy。
一斗算一事，繁复十号，好事演发需要，冠军十号。